已经给它放好了，都放好了，没有漏的地方，没有漏的地方，这个已经测过了。然后呢，它这个旧的时候，你旧的时候，它这个它关掉了，关掉了，我要打开。明天再买一条来换掉。然后这边这个，然后也被撞上了，有两个这个盖子，两个盖子，然后接好之后，然后就是检测的那个花火，还有用那个检测的，就检测的那个那个摄像头。进来后，这个后边还可以，然后不会影响太多。